大家好，我是嘉良。看到我今天驾驶的这台坦克500车型，我们今天呢就将从四川雅安出发，行走川西线。今天的行程是从雅安出发，前往第一站康定牧雅圣地，全程也就3个多小时。虽然伴随着绵绵细雨而出发，但也无法阻挡我对这趟318川西自驾的向往与激动的心情。而说起这款2023款的坦克500呢，它有很多升级的地方，那么咱们路上边开边说，走，上车出发。带着 0T V6 的发动机以及纵置 9AT 变速器，这么一套经典的大排量动力总成，它是没有变的。它在调教上呢，对变速器进行了优化，换挡的一个机性以及尤其是平顺性方面更有进步。当然老车主也不用担心，这么一套优化的系统随后也会提供给你们升级。然后再说就是它的底盘悬架方面也有一点优化，尤其是我感受的后悬，主观感受是后面的颤振，尤其是横向的这种颤振会更弱一些，路感的整体性会更强。然后其三就是对它的油耗这一块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，就包括今天我这开的时间还不够长，今天跑高速的话目前的油耗是11.8升每百公里。我记得之前那个车型的话，我跑高速跑了几个小时下来才能控制到11升左右。像我们今天的全程路线是不断的升高，目前海拔已经升到了1020米，今天的目标是4500米，所以呢这么长途的驾驶也需要这么一套 L 级的高阶辅助驾驶，缓解我们长途驾驶的疲劳感，咱们也可以留更多的精力去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包括抵达最终的高海拔的观景台。都说川西这条线路百米就是一景，沿着雪水化成的小溪，我们逐渐行驶到了3000米的海拔之上，也从茂密的绿色森林逐渐看到了重峦的雪山之间。这条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到每一条弯道落差就有百米，俯仰角很大且氧气稀薄，不仅对车辆性能的考验，山上滚落下的碎石也要及时的发现避让，以免扎破轮胎，毕竟这种地方修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看到巍峨的雪山了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海拔高度是3500米，其实对车和人来说都是考验，我的声音也只能小点给大家说，要不然容易高反。现在还在往上直攀，车辆以一个8度将近10度多的角度倾斜角度往上一直的爬，因为车也处在高海拔地区，像现在时速在6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就已经达到了3500转，对于这台大排量车来说的话我们开起来啊依旧感觉动力充沛，但是如果说换一个小排量车的话，可能就是比较有那种思喘的感觉了。而且我刚才一加速的时候，开窗听到那种龟油风扇的声音，太爽了。啊，停下车，赶紧吸一口，太高了。突然停下车，刚才下去休息的时候。那一下劲儿一下就上来了，上头了就感觉瞬间上头了。现在我们达到了4380米的观景平台，下面我就要从那后面那个扶梯过上去，然后一览雪山风景，一定要走慢点，就要沿着这个大长廊。哎呀妈，楼梯还做这么大，不能走太快。上来了。太漂亮了，但是能看到这么壮丽的景色，值得。哦，来到这得喝一杯地道的青稞酥油茶。很温暖，而且能缓解咱们的这个高反的现象，特别的舒服。这还是个技术活啊，这一块石头在这也有祈福的寓意。越野穿越的路段极度考验了一款越野车的机械性能，何况还是今天海拔4500米之上，对我和车辆都更具挑战。
在川西川越，更多要面临的就是长期冰雪融化带来的泥泞路。这种泥泞路上面附着着浅浅的冰层，下面则是非常细软的泥层。虽然有的面积不算大，但如果不是四驱越野车，还是非常容易陷进去的。我用的是坦克500的泥泞模式，保持匀速行驶，这些烂路也都不成问题。不过在压过一些烂泥路的时候，还是被下面的暗石磕碰到了底盘下护板，那声音听着心疼。还好2023款的坦克500都标配了发动机和变速器的护板。到达了4100米的越野穿越的一个平原场地，咱们来讲一下。嚯，这车刚才就崩泥崩的哈，非常野，非常泥泞。刚才在过一块泥泞地的时候，我说到了有那个暗石，然后对我们底盘护甲那一块打的崩一声，特别的清脆那个声音。这块所以说大家玩的时候直接速车穿越就非常的稳定，非常的爽。坦克500，大 V6 玩的爽，坐的舒服。昨天我们原计划是从新都桥镇休整完之后，今天我们要前往亚拉雪山进行观景，但是由于昨晚突发暴雪，路面结冰湿滑，已经不适合车辆的安全通过了，所以保险起见呢，我们就转战到了今天一个类似于越野场地的一块进行拍摄。啊，这附近的景是特别的漂亮，尤其是昨晚下过雪之后，后面的雪山以及雾凇的景看起来特别的美，给大家插一组空镜。那好吧，就在今天这个小的越野场地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2023款的坦克500车型。其实说到2023款的坦克500车型，在内饰也做了更多升级，标配了电子 ETC、前后排座椅靠背通风功能，优化了车机界面以及轻混显示，更便于了解用电情况。为了应对极端环境穿越行驶，除了对发动机变速器护板的增加，对电磁减震器也做了更为周到的防护以及雷达优化，避免污渍及极端环境带来的影响。2023年对于人类来说仿佛是崭新的一年，走出家门，拥抱大自然，探索未知旅程都变得触手可及。你会爱上自驾游，这一场感受过程的旅行，在路上你会收获风土人情，领略不同的自然风光，感受生命的伟大。